保罗达腓立比人书第一章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，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执事，愿因为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。为门徒祈求感谢。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上帝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，原是应当的，因你们常在我心里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，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，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上帝可以给我作见证的。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作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。保罗因捆锁兴旺福音。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，无所惧怕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，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，因为我知道这事藉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越发加增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或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
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这是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，都是出于上帝。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你们的征战，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第二章，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全心谦卑，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无不口称耶稣为主。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上帝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信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信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门徒如明光照耀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、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、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薄谬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敲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保罗称赞提摩太。我靠主耶稣，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，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。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作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
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，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。然而上帝怜恤他，不但怜恤他，也怜恤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他为作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。第三章，保罗只在基督里夸口。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于我并不为难，于你们却是妥当。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自行割的，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上帝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就律法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；就热心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；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为基督丢弃万事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土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门徒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
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第四章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我劝有阿爹和秦都基要在主里同心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。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作工的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门徒当在主里喜乐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主已经近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藉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凡可称赞的，都要思念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。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。无论什么境况都可知足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事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腓立比人啊，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来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，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加，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。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。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，众圣徒都问你们安。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